好啦，我们稍微回顾一下我们那一天玩的怎么样了。我印象中只记得就是我玩到 Key 杜兰，不知道各位看了之后还记不记得，我们好像是从哪个地方走上来，地下室，然后还有这个按钮，这不知道可以干嘛的。然后呢，我们从某一个人的身上拿到了一张白金卡，请插入以登录新特拉内联网。哦，这个身份卡可以拿来插在电脑上面是吧？我们待会插插看好了。就是在一个人的尸体上面找到的。那据说这个游戏好像有四个结局吧？是不是？我们尽量看能不能四个结局一起破啊。要是呢，要是破某个结局需要花很多的时间，那我就算了，好不好？可以自行去上网脑补，我就不多做太多的行动，好不好？不然很累，会死人，好不好？歌神666，嘿嘿嘿 ，Money 啊，你要讲我也不好意思的。虽然我跟张学友的差距可能就差那么一点点啦，好不好？哎呦！我是随便按按的而已。哇，索萨，你躲在里面干嘛？索萨，你在里面做什么？他走了吗？雨果，对的，他刚走。吓死谁啊？你怎么让他这么生气？你就是我的大英雄，帕斯特纳克。不，索萨，我不是英雄，我不是。点点点，抱歉，我不是。你觉得压力大吗？我可以帮你做个针灸。要不那个我不知道，也许我确实是压力有点大，我再也受不了了，我要走了，索萨。这地方就是个噩梦，为什么人们不离开？我们为什么不一起走呢？因为我们做不到啊！你是什么意思？我们被困住了，他的力量是如此之大，以至于你在没有意识到的情况下，在进入大楼的那一刻就被影响了。你参与的越多，花在工作上的时间越多，你就会越想要使用那些被诅咒的档案。哦，就是着迷有没有？被洗脑了，它会让你深陷其中。你在说什么？这里没有出口吗？我们这辈子都要锁在这里了？很多人从屋顶上跳下来，但是有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，最完美的解决方案。啊，什么方案？杀了他！哦，杀了女巫嘛？你其实早就知道了，对吗？你是什么意思？马比告诉我，他看见你在档案馆找那一本旧书。是的，我迷路了。然后我看到你用他写的那个纸来列印自己的灵魂。你到这里以后就一直在大楼里闲晃，而现在的毒气，你是一个猎人哦，被发现了。然后我现在要装傻，因为辛特拉叫我不管怎么样都不要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所以说呢，我现在呢就是要想办法隐瞒自己的身份。什么猎人？我不知道。那么如果你不是猎人的话，告诉我你在这家公司里工作是什么？啊，完蛋了！二进位文档管理、模组分离技术员、辅助资料管理。奇怪，你之前告诉过我你的工作是成员管理。是的，当然，但是我猜错了，是不是？那是第二份工作，完了。好吧，我是个猎人，靠呗，就这样子啊、喔，马上就承认了，我是被雇用来做那件事情的。为什么索萨的表情这么的惊讶，有点像某某？你是某某某某某某假扮的是吧？但我不是真的。哇塞，这什么邪笑啊？索萨，你没事吧？啊？所以说，索萨才是女巫。你吓到我了！你不是，我是猎人的粉哦，原来是头号粉丝哦，吓死人了！我还以为她是女巫欸。你是一个魔法师还是一个死灵法师？不不不，不可能！我们可以为影视俱乐部做个采访吗？等等，你不能告诉任何人。当然，你好笨啊，这是匿名的。你让我做你的助手吧。原来是粉丝啊！太危险了，只要你不告诉任何人就足够了，好吧？谁都不行吗？不行，马比都不行吗？他是我唯一的朋友，好吧，你可以告诉马比，但只有他，其他人都不行。谢谢你，帕斯特纳克。
你可以放轻松的，没有人愿意和我们说话。问他金属卡的事情，看看这个索萨，这不可能，你是从哪里拿到的？二楼的一具尸体身上，几年前猎人们收到的就是这一种金属卡。帕斯特纳克，这个卡属于 科尔沃，他是一个很重要的人吗？当然，再重要不过了，他是一个巫毒大师，黑魔法的专家。巫毒大师，天哪、啊，你不想想吗？你不想试试吗？试试啊，对啊，想看看这张身份卡的旧电脑上使用会怎么样啊？没错，女巫猎人，你对女巫猎人了解多少？他们就像公司里面的传奇人物一样，很多年前就有了。这家公司是辛特拉家族创建的，然后住在同一栋大楼里。他们想终结它，于是开始计划雇用世上最优秀的巫术专家。这些专业人士杀不了他，显然没能做到，帕斯特拉克。不过就差一点了。据说他们中有三个人差点就要成功了。纳扎里，还有一个叫做伊纳扎里、A 莫埃塔和阿沃克科尔沃啊，就是我现在手上拿的那一张卡片的那个人。然后他死掉了嘛？就是这三个差点就把女巫干掉了。后来发生了什么事？这件事情成了一个谜，他们三个人都消失了，由我们找到一位了。我们科尔沃现在倒在那个游泳池里面，变成一具白骨，死掉了。然后我现在拿他这张卡片，待会就可以用了。还有什么可以问？好，我想要先去看一下录影带。我们那时候捡了不少录影带嘛，对不对？去看一下好了。结果把自己毒死，我不知道他。应该是怎么讲？他感觉是被陷害的，他掉到那个毒池里面，有没有？感觉就是打输了，然后就死在那边这样子。只能看这个了，下水道。亲爱的马桶，恶心。每一个马桶在管道下面，欲望的虫子不断成长。原来是马桶三级片啊！好哦，我他妈还真不知道我看了什么东西。结束，我们现在已经拿到一张金卡，我们要找辛特啦，好吗？在那边乱讲什么八楼，再乱讲啊！我们要找辛特拉了。辛特拉还在这里吗？不在了。我觉得他应该会在左边搜寻那个巫术之锤的档案。六楼应该通常都拿来放仓库之类的，放一些物品之类的吧。这我就不知道了。辛特拉会在这里吗？一样不在这。我要这样子使用吗？哦，难怪找不到人。哦，发生了什么事情？这个是那个沃科尔的辛特拉。这是沃克尔事件，沃克尔的世界啊，这个沃克尔世界的辛特拉到底怎么样呢？哇哇，这个会攻击我吗？好帅啊，这个跑去哪里了？去德维啊，这么帅啊！我们你攻度星。到，我连坐损。我在想，我是不是要抓住那个东西啊？他是在徘徊。我拿冲过来好了，我就按一抓住他，有没有？会飘的信。我超喜欢老头的影片，所以才订阅的。找到了，女孩的坟墓。
他这边只写女孩的坟墓哦、喔，他在哪里？来来来，哦，抓到，哦，吓死人了！00956666，00956，你看我们那辛特拉的那个脸，<笑>阿黑眼了，辛特拉式的阿黑眼。 罗赖把修一下，还真的可以修哦，棒！有了线上祭品，太棒了！怎么样，连续按啊？我按了直接就切换楼层了。哎、欸，还真的哎、欸，哦，帅哦！ 通往天国的阶梯到了，好低的天花板，我现在到底在几楼？死给！哦，死给呢？捡东西哦，获得了30块钱。 白骨老头记得我吗？我一天直播的聊天室观众那么多，干妈的，所以说我应该不记得你。哎，不行，这个要换那个盒子，这个好了。所以，我们铅笔，我这就去买铅笔，根本过不去。 多买几只好了啊！没有钱了，好怕剩哦，咖啡被我喝完了。哦、有了，铃铛按3下，然后才有办法按那个数字。 铃铛按3下，才可以按数字。门锁上了，边上有一个看上去像是读卡机的设备。使用，还真的。哦，魔法阵。一封信上面写着：“我知道你总是愿意相信自己的直觉。” 但在这个关键时刻，我不会信任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。记住我告诉你的有关他家里人的事情，署名伊恩。一封信，你告诉我了一个好消息，亲爱的朋友。既然我们知道他藏在哪里了，那把匕首就是我们的了。我们打开秘密入口的封印，只是时间问题。AN。 A.N 跟 E.N 的话，应该就是猎人的缩写代号。然后现在我们这个是我们这张卡片的房间的主人，哦，就是沃克沃尔的房间。然后他刚刚那个 E.N 跟 A.N 就是另外两个差点成功杀掉女巫的猎人，但是这三个好像都死掉了。哦，但是应该是啦。 因为他说差一点啊，那代表说他们没成功嘛，他没成功代表他们死了啊，对啊，那科沃尔的尸体在地下，在二楼的池塘里面嘛，那另外两个尸体在哪我就不知道了。这不是邪教，他们是要把那个女巫赶走，杀掉女巫，啊，获得机。 金钥匙，那这个就是拿去开大门了。我们要杀掉女巫啊！哦，应该是可以走了。Hunter， 猎人的小屋。其实我蛮怀疑的，哎，这整栋屋子都被女巫给掌控了。那沃克尔。
哦，应该叫沃尔科，我怎么一直讲错啊？到底是怎么念啊？科尔沃，可不可以不要取那么难念的名字？我一直讲错。哦，我就想说，为什么他有这种秘密房间，女巫却不会发现呢？还可以在里面进行什么仪式之类的？啊，你不觉得感觉好像不怎么单纯吗？ 然后我现在想要去把两片乳酪拿去换那个在水里的好了，潜水无需不需要氧气的证明，换一下换一下，这样我就有三张了，再买一张，哎，买这个。 呼吸的契约，好，这样就够了。哦，这个我好像之前看过嘛，这个我就把它按掉了。我觉得以后那个就叫柯先生好了啦，不要在那边什么沃科尔沃，难念死了，柯先生，好不好？柯先生。 准备打王了是吗？听你这么一说，我去存个档好了，好不好？要不要存个档了？走，我们去存个档。破完之后应该就关台了，或者是看一下玩什么，可能会打魔猎人吧。啊，我已经打开这扇大门了。哦，猫头鹰老头出现了，我之前也看到那个猫头鹰。 这座坟墓应该是辛特拉家族的东西，不过那个名字我认不出来，好多不认识的哦。哪一个才是呢？箱子哎，开了开了，一卷录影带，所以可以哦。刚走，门上锁了，但是下面显然有什么东西。马啾。 猫头鹰大大，我需要你的眼睛。好，玩怎么办？抓不到它，这需要用什么方法？我要你的眼睛啊，大哥！放镇定剂啊，是不是？在飞啊！我在那个池塘里面放安眠药了。 还好我有安眠药，现在就只欠东风了。来来来，过去吧。然后只要在旁边稍微等待一下，他就晕倒了。喝好喝满，哦，可以了。他睡得像块木头一样。 现在我近距离能看到他，感觉他的其中一只眼睛像是玻璃做的一样，是我把它取下来。所以，对不起，猫头鹰先生。不好意思，开门。打王了。哦，这就是那个小女孩的坟墓。 辛特拉，那中间就应该就是他的遗体了，他的大体，致我们生命中的所爱雷伊辛特拉，1961年到1972年，看来这附近应该没有什么线索了。那么，不过或许我可以试试看把坟墓的封盖打开。天哪、啊，我到底在想什么？我怎么会有想要在工作第一天就盗墓呢？开。 就打开一点点，这样我应该就能稍微调查一下了，然后立马盖上来就可以了。推起来，哦，没人，什么？下面有东西在发光，获得了铃铛。啊，两颗男人的狼铛。好哦。
哦，什么？原来是超灵体！哇，这是什么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靠近点，原谅我，我就打算离开，我犯了一个错误。<笑>我说靠近点，就怕你啊嘞！你是什么人？ 不来哦！哦哦哦哦哦，帕斯特纳克，你就是女巫吗？女巫？你除了口齐，还瞎吗？口吃？你没有看见我的存在，使你周围一切都发亮了吗？你称之为女巫的那个可怜生物会爬出一个充满污秽的黑洞，你觉得有可能吗？啊，神圣的，全身发亮，神圣的代表。 回答我，帕斯特纳克，你为什么要沾污这个可怜女孩的坟墓？不，是为了以防，以防有任何线索。什么线索？女巫的线索？是的。为什么对她感兴趣？谁派你来的？我不该说。哦，完了，不说被揍，是不是？但我想可以破例一次。我被雇用来杀死女巫，在这张照片中一直在寻求线索。 我想知道一些关于雷伊·辛特拉和他旁边那一个女孩的资讯。公司还雇佣猎人吗？差不多吧。如果是这样的话，我应该向你道歉。哦，所以说他是守护辛特拉的，不知道什么鬼东西就是了。然后他刚刚的反应就是，哦哟，原来都过这么久了，公司还是很积极的在雇佣猎人。 我想应该是这样吧，我叫阿蒂亚·真埃诺，真埃塔，莫埃塔，看人真，阿蒂亚·莫埃塔。很多年前，我是这家公司的一名员工，也试图像现在这样干掉那个女巫。不幸的是，我和我的同事无法成功完成了这项任务。不过我们差点就要成功了。就是那个猎人的其中一个，那三位差点成功猎人其中一个。能不能给我一些资讯？我有点迷失方向了。 我在他死前见过这个家庭的女家长秀莹，她告诉我一切是如何开始的。要说故事了是吧？哎呦，慈姑观音。许多年前，辛特拉一家族怎样？他们是普通的婚姻家庭，但同样也有遗憾。他们不能有后代。 他们不能有后代啊？为什么？因此，他们决定把所有的积蓄都花掉，到国外旅行，希望在黑市收养一个小孩。所以说，那个辛特拉是他们收养的。那就发现一个被关起来的多莫里，就这个妖狐哦。卖主告诉他会带来好运和财富，我觉得就只是骗人的吧。但作为回报，他必须遵守什么？ 可以让我看完吗？又魔法封印禁锢他，还有让他开心。辛特拉一家很快就意识到多莫里不是一个正常的女孩，他们遵守了这两条规定，把她当做自己的女儿来照顾。妖狐，这女孩的魔力使这个家庭充满了好运与繁荣。几个月内，他们就把自己改。 要改朝新特拉公司的总部，公司开始发展壮大，但他们的运气并没有到现在止步。几年后，一个漂亮女孩出生了，然后他们就很要好，变成姐妹。那是公司的黄金时代，最辉煌的时候，它逐渐发展成世界最大的公司。 直到有一天，一切都出错了。什么？神秘失踪，多莫里变得情绪失控，因为失去了自己的托莫塔吉，公司因为这样陷入了危机。经历一个月的快速衰退，那个女儿依然没有出现，辛特拉依旧不见，家里的人决定断绝一切联系。 他们用火烧死了多莫里。哦，为什么？商业危机突然结束，雷伊·辛特拉依然没有出现过。
为了平息谣言，这家人举行一场没有尸体的葬礼。所以说，辛特拉根本没死，只是失踪啊。原来如此啊！这就是女巫诅咒的开始。哦，女巫诅咒。那女巫是外来者，还是说是那只妖狐啊？那女巫就是那个女孩多莫里。确定？你不知道她藏在哪裡？啊，是这样子吗？我以为是女巫是外来的欸。我团队的一个成员发现了她的巢穴，但出于安全考虑，她不让我们知道这些资讯。最后她也消失了，像其他人一样。这些年来，我意识到了一些事情。可是为什么辛特拉他父母要烧那一只狐狸啊？为什么要烧他、啊？为什么？辛特拉消失又跟他没有关系，而且辛特那只妖狐也展现了就是一副快崩溃的样子啊，就是代表说他不希望辛特拉不见啊。把精力集中在寻找女巫上是错误的，真正重要的是家族的女儿。雷伊·辛特拉，人们没找到他的尸体，所以只是失踪。他是唯一知道当时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。如果你想杀死女巫，就必须找到辛特拉，好，才可以安抚他的情绪。可能辛特拉消失跟父母有关，故意的吧？故意让辛特拉消失，有没有？然后呢，激起妖狐的某一些什么能力之类的吧，还是什么，我也不知道欸。我不知道那个女孩会在哪里，但我认识一个和她非常相似的人，我必须尽快回到办公室和辛特拉谈谈。就那一个 AI 辛特拉，我有一种感觉，这个离题马上就要解决了。噔噔，爹地讨厌，十万个冷笑话有没有？爹地。爹地，你真讨厌爹地。好，我们赶快回去。不过我们现在没有纸可以存档了哦，有点小尴尬哦。挺尴尬的。因为他开心就有好运，因为他那个姐妹子啊，也对齁，刚刚有提到嘛，要让他开心才可以让你们的公司蓬勃发展。哦，他不开心，他濒临崩溃边缘，整个公司就会衰败。所以说，他父母逼不得已，只好把这个妖狐给烧掉，把这妖怪给做掉。结果就因为这样子变成女巫，难怪这家公司这么奇怪。所以说，简单来讲，这家公司的盛兴与衰败都会因为女巫的情绪而有所转变，所以说现在目前这个女巫的心情是崩溃状态中，所以说里面的员工基本上就跟疯子没两样，有没有？一切都是利益惹的祸。好久没有看直播了，欢迎欢迎，养他又杀他，这样也很奇怪啊。刚刚有提到辛特拉的父母是因为好像是没有办法生育，所以说去黑市买一个女儿。那照理来说，他们想要一个小孩，买了这只妖狐，那代表说他们应该会尽全力去爱这个女儿，就是他们买的。可是可能是因为后来辛特拉出生，渐渐就是想要除掉这个妖狐，会觉得说。我已经有真正的女儿了，我可以不需要这个妖狐了。有没有这种事情？会不会这样子？不知道，管他的。罗斯托夫女士，我真要去厨房，需要人手帮忙准备生日派对的事情。谁的生日？雨果的。妈的，那个贱人。哦，对不起，我不能去，我得去办公室。但他们都在厨房里，你不想帮忙吗？不行，我必须尽快回办公室。你急什么？就连蜂巢里的那些新人，那个新来的女孩也不例外。哦，凯特也有过去了，我不知道她的名字，亲爱的，但她一直在问你的事情。不过既然你这么忙，好吧，我马上就来，但是只能一回。哦，听到有妹子凯特在那边，180度大转。
看看我带谁来了，如假包换的白萝卜本人。哇，连那个罗萨也在耶，看一下罗萨，你也被绑架过来了吗？是的，但我不能留下过生日派对，我得去办公室。那是怎么回事？你有一些关于？没错，快说说，快说说。看来辛特拉家族有一个女儿，名叫雷伊·辛特拉，那个名字听起来好耳熟。那个女孩死了不是吗？问到点子上了，我刚去过家族陵墓，她的坟墓是空的。我认为这是解开一切谜底的关键。在工作时间亵渎坟墓，布莱恩，你简直是我的大英雄。你可以算我一份吗？我该怎么办？我要回办公室，也许你可以分散罗斯托夫的注意力。嗯，我会想办法的。间谍火计，在我们假装还在工作的时候，看来他很乐在其中嘛，哈。运气不好没女儿，所以养女出现之后带来财运跟好运。女巫治好了爸爸某方面啊，然后会不会因为就是因为这样子，然后治好了之后就可以生育嘛？那生育了之后就开始有偏袒，不叫爱真的女儿，然后那个。买下来的那个女儿可能就因为这样子情绪不稳，导致公司越来越糟糕，然后女儿神秘消失，啊，会不会就是因为就是要争宠，所以说导致目前这个状况就这样发生了？好吗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辛特拉出生之后，爸爸都对我这么坏，都不爱我了，然后就崩溃了，有没有？你要去了没？去哪里？你马上就可以尝尝我的味道。哎呀，你好恶心哦！我总觉得马龙女士讲话都不按牌理出牌。那你不按牌理出牌就算了，然后又讲一些怎么讲你们母汤的事情，真的是。可是先女儿消失，她才崩溃、欸。啊，没有，我只是个比方而已啊。整件事情的来龙去脉，其实我也不是很了解啊。欸，这是那外国人欸。你在这说什么？长普曼？你是说这个穷人的聚会上？嘿，嗯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在电梯里碰到一个胖子，他邀请我来参加他的生日聚会，直到来到这里，才觉得是个坏主意。为什么人们都在工作？酒和药在哪里？这里不应该是个聚会吗？啊，派对还没开始，我们正在准备。要知道，在庆祝之前，你就必须工作，必须工作来准备好一切。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我想我得努力和那些性感的红发调情。哦，那是讲马龙啊，他一直在盯着我。哦，这真的是那种办公室里面才会有的那种 OL 有没有？大家都是那种。哦，像苍蝇般的这样涌入，有没有？你不知道会不会？哦，你不知道会不会什么？你是对的，去吧，我可不需要你的允许，咋咋？妈的，北七！为什么聚会上要有药啊？就吸毒啊！我乱讲的。我要帮什么忙吗？我要吹一些气球，给我一点时间，然后你就可以帮他们装起来。好，我们找一下凯特。嗨，凯特，你觉得好一些了吗？啊，我好多了，谢谢你。你在这里干什么？你也会被卷进来吗？哦，你也被卷进来的吗？我来看看我们是不是能喝一杯。先前我欠你的，然后他们告诉我雨果的生日是今天。咖啡，对了，我差点都忘了。不过现在我还可以多吃一块小蛋糕，欸嘿。我也不知道我在这里做什么，我应该在办公室。另外，老实说，我不太喜欢雨果。啊，别这样，合作关系在公司里面非常的重要，特别是如果你是你的办公室同事。此外，团队合作总是很好的，你不觉得吗？我正在洗杯子，有杯子的时候会告诉你的，这样就可以帮我了。好，都已经讲完了。然后，好。
绑气球，绑气球游戏，我还要打开道具栏。辛特拉是女巫啊，这个一切都还不是，应该是说这些都还没有一个 完整的真相哦，就是是可以猜测的。反正就看眼镜到后面会变什么样子吧。你没事吧，亲爱的？这是失策啊！我把礼物忘在办公室了，不都在桌上吗？没错，但是那是一个很特别的礼物，我特地买的。哦耶，太棒了！我需要有人帮我把它带进来，因为它重200公斤。哇，你既然肌肉那么结实，应该能帮我吧？当然没问题。等等，还是我陪你去吧。帕斯特纳克还需要装饰气球。哇，完了！哦不，我这回也想不起来那份礼物并不存在。啊，可恶，没有机会了。啊，你这不能先把气球放完，你再讲吗？我们失去了一个有机会逃脱的机会呢，怎么会这样子？我们应该要先串通好，好好讲再开始行动，而不是你先攻。好，杯子我都搞定了，有人可以替我把它放好吗？来了来了，万用工具人就是我，杯子在这里，放在大桌子上面。这个吗？哦，这个是不是？大桌子，哦，是这个哦。好。爆爆爆爆爆！爆爆爆爆爆！总共十个，耶！布莱恩，你是叫布莱恩吗？哎，对，是的，我们乡下都喜欢直接这么叫。我叫伊丽娜，没有人想知道好吗？好美的名字，我叫凯撒琳·希克斯，当然，你可以直接叫我凯特。马塔马塔索隆，好，他自我介绍啊，我叫珍娜，是个射手座哦。那这又是什么田园生活吗？你的名叫什么？查普曼，安东尼，就像我父亲一样，家族里的人都喜欢叫我托尼 JR。然后直接，我是好了，好可怜哦。重要角色介绍完了，然后那个边边连平息准备要自我介绍的时候被打断了。好，闲聊就到这里了。雨果要来了，可怜的员工，可怜的职员。然后呢，我们现在干嘛？啊，我要摆盘子哦。What the fuck？ 哦，又开始了，又开始了。还有那些甜点呢？上面挂着蜡烛的蛋糕。对了，既然你对蛋糕很了解，帕斯特拉克，你可以去买一个，不是吗？没有必要再买了，都够了。完了完了，这家伙完全帮不上忙，超级雷。完了，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回办公室啊，不能找辛特拉。你得做一些乳酪三明治，帕斯特拉克。哇，尴尬，回不去了。资源操，那个女人又怎么了？啊，对，她叫我过来 啊，然后呢？她在撕什么？她不是说要教我吗？找她？你有什么想法？我分析过情势了，我们最大的敌人是罗斯托夫，我要用我的社交技巧来教训他的注意力，让你离开，这样你可以逃走。不是啊，刚刚都失败，你现在讲的好像一副你很强的样子。亲爱的朋友和同事，还有罗斯托夫，我听说你喜欢吃东西，谁告诉你的？他们说我贪吃吗？不不不，我是说在公司里你的食物啊，以美味著称，你能给我写一份鸡肉配或鱼的食谱吗？啊，当然啦、啊，我用传统的食谱过来，我给你一些建议。你的饮食显然不对，哦，大成功，机会来了。
哦，然后他终于帮我引开他了，我却不赶快走。哎，我在这里不知道冲很小。我看一下有什么东西可以拿。好啦，没了，我要走了。我想说实话，老头今天看上去特别帅，真的吗？谢谢。哦，对不起，这谁啊？派斯德先生，大家好，希望还不算太迟。新面孔哎，蛋糕来的正好，派斯德，把它放桌子上。派斯上拉克，我会盯着你的哦。完了，我没办法离开了。蛋糕来了，大失败。嗯，有什么需要效劳的吗？我们得做一些乳酪三明治和潘去酒，潘去酒一下，咪蛙哥。但是快要没有时间了，雨果随时都可能来，开始工作吧。我也想帮忙。哦，他看到这个看起来跟他同等地位的人，就想社交了，有没有？很高兴见到你，派斯德先生，我是查普曼，我是托尼查普曼的儿子，我不知道你，很高兴见到你。那我们安排一下潘去酒和三明治怎么样？孩子，抱歉，我不认识你，能不能帮忙一起帮忙？可以。呵，当然，他跟你说话呢。你这个懒汉，把你的屁股挪一挪。拜托，不要那么说，我们都是同事。你是对的，很抱歉，帕斯特纳克。剑锋驼转，尚书大人。有吗？这个要做潘去酒，然后我们搞定三明治。亲爱的伙计，杰伊告诉我怎么做三明治吗？你把配料放进去，然后按一下按钮。那配料呢？乳酪在冰箱，面包在其中一个桌子上面。干，还要我拿？妈的！哦，十片乳酪可以记录十次呢。哦，二十片吐司，我这些都可以带走吗？如果把它全部吃掉，怎样啊？这不能吃！可恶，它被归类在道具身上，你超靠北的。料都在这里，太好了，看了哦，大叔是怎么做的？哦，自以为。完成。多么美妙的香味。你获得了焦烤的乳酪三明治。都烧焦了。这是我私人风格。把它放在桌子上，快点，雨果要来了。为什么我们要大费周章为了一个超级贱人做这么多事情呢？它是有多重要啊？啊，我的天啊，真的是受不了呢。好的，哎呀，时间到了，快关掉灯。这里有人吗 ？Surprise！ 生日快乐！什么？谢谢你们，你们最好了。让我们开始派对吧。哦，蛋糕真是不错，你尝了吗？罗斯托夫，我得走了，请便。我已经帮忙了，而且待得够久了，我想现在可以走了，对吧？你不用跟我解释什么，亲爱的。如果你想让你的办公室同事们站起来，哎，多西，多西，我靠，他们在干嘛？把灯都关掉，准备好迎接什么东西？孽，那是怎么念？后面那个怎么念？孽奖是不是？他那个字体好近哦。啊？跳舞 ？Disco？ 孽攀？我靠，还脱衣服，哈哈哈！彩带舞，开 party 了，还要这么嗨啊？啊，我们的凯特在这里，你怎么样了？太棒了，你的同事很有趣。啊，我还是得跟你道个歉。我知道第一次工作的经历可能不如与我们想象那么好，你说的对，
最好的离职去另一家公司，但我就是不能忍受再跨出第一个栏时就放弃的想法。没关系，我完全能理解。不，布莱恩，这件事情还没完。你对我很好，而我们之前根本没见过，这在大城市里面可不多见。如今很难找到一个为别人着想的人了。你也帮了我，怎么可能？我只会给你添麻烦，我是认真的。没有你的潜入技巧，我恐怕也坚持不了多久。事实上，每次我帮你，都让我在自己工作上的任务中推进。真的吗？话说你从来你来没有告诉过我你在公司的工作是什么？哦，你没有我能帮到你的事情吗？我也没做什么，就是办公室里一些事情，我没什么能帮上的吗？我有一个任务要完成。哈哈，算了，这太蠢了。不，告诉我说说看吧。还记得那个骑马的疯子吗？当然，他是个激励顾问，在上次会议上。他让我去交朋友，哦，那不是很好吗？在工作的最初几天，向其他同事撇开心扉也是很重要的。是的，那么有什么问题吗？你找到新朋友了吗？我想知道你是不是可以做你的朋友。是的，别觉得自己有责任。哎呀，我真笨，当然我是你的朋友啊。哦，这么来一个，我眼睛都看不到了，我的天啊，我的眼睛！我的眼睛一片白，我什么都没有看见。啊！为什么这机会不属于我？会不会凯特就是辛特拉？哇，值！我想再去来点潘趣酒啊！这一定是他喝多了。你看凯特喝多了会亲亲抱抱呢，我们都把他灌醉好不好？多灌一点，有没有？好，我要去喝一点酒，喝起来，喝起来！哇，消红了，消红了！别一下子把它喝了，喝这么多会让你头晕的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已经醉了。啊，潘趣酒什么时候开始有酒精的？哇，我醉了，完了！我该不会就因为这一杯我就没有去办公室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去呼吸一点新鲜空气，清新一下。我和你一起去。我在楼层图上看到有一个空屋，那里一定有新鲜空气。好吧，我听说那里景色很特别。哇，这个女的很懂哦。喝了酒之后就说想要去人烟稀少的地方。哦 ，SOP 流程都不是都这样拍的吗？有空屋。哇，这家伙该不会想跟上来吧？不要，等我一下，凯特，我马上回来。好的。噔噔噔噔。啊，他在哪里啊？他在哪里啊？哦，在这里啊，靠北。雨果，很抱歉，我知道你很喜欢潘趣酒帕斯特纳克，所以我想和你谈谈。很抱歉，我一直以来那么笨。干嘛？我是说女巫的事情啊，我想把这些麻烦都藏起来，以免你第一天就卷入麻烦当中。但我现在认为不早点警告你是个错误。不仅如此，我还想为我之前在办公室的事情道歉。看到你得到本月最佳员工时，我很生气。有时候我的竞争心很强，但我真的希望你好。你最希望我什么地方好啊？我们可是搭档啊！闲话就到这里了，雨果。我知道你一直以来都做了些什么事情。你是说，呱呱呱呱？完了，喝醉了，胆大包天，什么都敢讲了。我不是很明白啊，帕斯特纳克。别这样，都说到这份上了，就别装了。自从我到了这里，你就一直跟踪，并且想杀了我，还穿着那一套可笑的服装。顺便说一下，你用嘴发出的声音更像是鸭子，不是青蛙。每个人都知道是你。不仅如此，人们都很讨厌你。点点点。完了，好像有点不太妙。他们都在这里，因为他们害怕你，只是害怕而已。也许你不该喝酒了，不是吗？嘿嘿嘿，别再对我指指点点了。你根本不知道我是谁，明白吗？怕，该送礼物啦！哇，敞开心胸。哎，我们没有到空屋啊。什么？
这什么东西？一条领带，但是你怎么会用这个？好好好，他们都很开心。凯特，我们走吧。当然，我们走。水哦，伙计们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帮为我组织了一个非常非同寻常的生日，我感受到你们的爱了。但在内心的深处，我觉得自己不是这个派对的明星。他什么也没告诉我们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害羞且矜持的人。但是有场在场有一个人带着一个非常特殊的任务，一个不比杀死女巫。啊，完了！他把这件事情公诸于世了。那个人、那个同事、那个朋友，布莱恩·帕斯特纳克。哦哦，大家都知道了。别害羞，伙计，快过来！我不是，我没有。你一直藏得很深，不是吗？为什么不给我们表演一下呢？你们说对吗，伙计们？这家伙好贱哦！表演什么表演？这个吗？表演你是怎么杀死女巫的？来嘛，谁想要当志愿者的？我。哎呦，马龙女士，你不行，马龙。凯特，你愿意表演女巫吗？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。你不需要知道任何事情，只要坐在这里就行了。没错，但是我们不强迫任何人来这里。嗯，如果你不想和同事一起参与活动，创造一个健康的工作环境，那很好。我要被逼迫了。话术，话术。太棒了，现在就剩你了，帕斯特纳克。我不想这么做。你在害羞吗？来吧，伙计，今天是我的生日，我很期待。还是说你是新来的，害怕迷信之类的东西？哈哈哈。你要怎么杀死女巫帕斯特纳克？用木桩吗？还是用银弹？不不不，我需要一把特殊的匕首。哇，我居然这样都说出来了啊！我们就用一把，让这场表演看起来更真实，怎么样？当然是塑胶的，不是真的匕首。获得了一把塑胶刀，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放松，就是开玩笑嘛。好了，帕斯特纳克，你要怎么做呢？你把刀插进他的心脏？不，我得把他的头砍了下来。哇！真砍，去了。完了，我们已经曝光了，大家都知道了，而且潜伏在这栋屋子里面的眼线，我马上就要被抓了。哇！哇！伙计们，出了什么事情？哇塞，查普曼啊，我的衣服，快看我的衣服，父亲，是我啊，我是托尼。完蛋了，哇，这个是爆头哥，死定哦。哇，这样这家伙的月经来了是不是？哇塞，我出现在了你的面前，我叫珍娜爱我。哇！你们看他胯下流血，完了，索萨，别担心，马尔塔，别担心，他是一个猎人，我们安全了。不，索萨，我杀不死那东西，我们得离开这里。索萨，你有在听吗？他会杀了他的，他会杀了他的，他会杀了他的。哇，雨果这家伙很屌哦，是吗？我们凯特去哪里了？蛋糕很棒啊，你不觉得吗？哎呀，他在吃肉是不是？为什么我没看到台？哎呀，我操我操 ！Oh my god！ 哦，你 shit！ 他在追我是不是？而且我只有灯照得到他哎、欸。啊，算了，我要去找多西好了。那个女巫吧，女巫现身了。女巫怎么长那样子啊？多西，你没事吧？伊内，伊内，我的名字是伊内多西。我的耳朵快爆炸了，这里发生什么事情？我猜女巫就在这里，我们得想办法离开。你试过走电梯吗？哇！那家伙挡在那里啊？这什么东西啊？哦，要死要死！我也没有补血的。坐电梯。
电梯怎么了？快开门啊！没用了，根本没用了，他掌管这一切了。铃铛，哇，卡片，完了，我要死了。我要重新开始啦！我们进度到哪里？哎、欸，居然从这里哦、喔，还好还好。哦，要等上面那个格子全满是不是？哦，那我死定了，我跑那么慢，还没上来。他来，他来了，我看到，我看到，我看到。什么补血的？补落三明治吃下去啊！好，等把引过来，把引过来。OK。差四个，快点喽！怎么最后两个这么久啊？他都来了。哦，可以了，冲啊！走吧，其他人我们都必须走。带上这个，哎呦，多西的钥匙。如果我能闯过来的话，把它烧掉，毁掉它。他耳朵流血，为什么？如果我能闯过来，把它烧掉，毁掉它。什么东西？没时间解释了。我的头，冲进去啊！What？ 什么？哎、欸，哦，碎哦！女巫在猎杀我，女巫在猎杀我了。Easy， 躲边边就好了。随机插，顶楼到了。Oh my god！我要死了！哦，抓住我的手 ！Yeah， 这个不是那个四楼办公室的那个黑人吗？那是什么声音？那个我现在能睁开眼睛了吗？我感觉自己快要没力气了。哇！啊！怎么那么高？别紧张，布莱恩，你可以做到的。你所要做的就是下面是什么？哇！女巫之力！我要尽快离开这里。追逐战吗？嗯？哦，我什么时候不能做啊？要用荡的，是不是？啊！啊！我必须要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！哦。我现在能怎么办？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！我要死了！哎、欸，过了。哦，开灯，开灯。你看这黑人，他的脚是黑色的，黑色的，就一条线，黑色的而已。跟我来，帕斯特纳克先生，你的评估就要开始了。马沙尔，请快点，跳到在我们后面。啊，反正先逃再说。后面有超劲爆的 ，OK 啊，慢慢看吧。走哪边啊？居然有人死在通风口里面，然后拿到了30块钱。没有路，
我有公事包欸，这东西我会被他咬吗？可是我想要捡那份文件哦，他会不会追着我啊？他回去了，他又来了。嗯，好，算了。我只为了咖啡粉啊，所以哦，他貌似好像不会咬我欸。老头一直往右边走，没有，我在探索啊，我在找周围有什么东西可以捡啊，好不好？他来了，我感觉出来，他在我们后面。哦，拿到两杯水，好爽。稍微看一下。成功逃出，所以就在那里。女巫，别紧张，帕斯特纳克先生，你在这里非常的安全。有没有觉得他好像是打篮球的？有没有赤木刚宪啊？经过这么多年不打篮球了，改当探员。这个办公室不属于这个办公室不属于公司，我们实际上在另一栋里面。哎呦，我们爬出来了。抱歉失礼了，我还没有好好介绍自己，我叫马沙尔，很高兴见到你。我知道你的名字，自从你早上来了之后，我们就一直在观察你。你可能不记得了，但在你签合约之后，我亲自把一张巫术纸给了你。但是你是什么人？这是什么地方？我可以介绍我的同事吗？我们都是 USSR 的成员。USSR！口号：辛特拉公司革命联盟。你们是联盟复仇者哦？是的，我们是员工委员会，在这里捍卫你们的权利，反抗这个无情的大公司的压迫。谢谢，我们非常了解你所处的地狱，许多像你这样的人每天都要面对。帕斯特纳克先生，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你能和我们共同分担你所背负的重担。借由这样的会议啊，我们可以为你手头的任务贡献力量。是时候找人帮我一把了。在演示结束后，如果你认为合适，我们将继续为你在公司的第一天进行绩效评估，好吧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我想留一回，我的肚子有点不舒服。帕斯特纳克先生，请评估一至五颗星。你如何描述公司职业健全啊健康安全措施的品质？这个有差吗？一颗星，一到五，你认为公司食堂的设备，三，随便选。有意思，下一个问题很重要。你认为公司的厕所清洁程度如何？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打算帮我怎么帮我？可恶，请接受我诚挚的道歉，怕是跟他到底在冲安小啊？啊，抽 SS 啊？NBA 选手，对啊，赤木刚宪啊，没有吧？赤木刚宪不是 NBA 选手吧？我是讲那个以前早期樱木花道里面那个什么灌篮高手的啊。我们认为这张表格是急需更新，但谁会在乎这个表格？整个公司一团糟，人都快死了，你已经无法阻止女巫了吗？我们希望能从明天起得到更多帮助，任命新的总经理。总经理谁？没错，没有了老板，我们就无法进行会议。如果一切按照计划进行，辛特拉公司将在今晚午夜前再次任命 CEO。哦，今晚就会有新的老板哦。那么谁啊？你的同事雨果先生？为啊？为什么是他当 CEO 啊？这是一个自动系统，在公司章程中有规定，根据这一个规定，如果12个月后没有正当理由而缺席，总经理将被撤换，啊，继任者将是下一个资历更高的高级员工，啊，就是最高就是雨果啊，
这个系统由于不断会有员工流失而频繁更新，今天是最后一天了。雨果先生是资历最深的员工。老天，这必须是不惜一切代价阻止才行，你们不能做点什么吗？抱歉，你是说没有比雨果更有资历的人了吗？九楼的那个金发的家伙呢？他在公司里地位不是更高吗？很少有人活过雨果的生日派对。至于斯派德先生，哦，他是外包的员工，不是本公司的，所以说刚刚那些人全死了。哇塞！求求你们一定要有别的人选。说实话，这条规则有时是一个特例，有一个特例，但今天这个是行不通的。这些法规是公司成立初期定制而成的。辛特拉家族拥有特殊的继承权，也就是说，如果辛特拉家庭的某一位成，哦，就是说我们要找到辛特拉家族的人，然后就可以立刻申请这个职位。可是辛特拉家族的人都死光了，不是吗？啊，要幽灵出来继承。但是现在已经行不通啊！小女孩身世不明嘛，真人版的辛特拉找不到嘛。那如果我们找到这小女孩，我们应该就有办法，就是让她篡位啊，让雨果下台。雷伊辛特拉谁？我得赶紧离开公司，我必须回办公室。但是帕斯特纳克先生，今天的工作已经结束了，我必须走了，我必须回去。为什么我的颜色变得青绿色啊？哎呀，恶心！吐了一波都倒地不起了，而且我也吐那个绿绿的，我是要变得跟他们一样了。我在自己的办公室睡醒的时候，这一切都是一场梦。我干了一会活，然后我就睡着了，这样子。白萝卜，这是雨果的另一个恶作剧吗？他还给我一把塑胶小刀留给我。嗯？哎呀，恶心！布莱恩。No， 怎么了，布莱恩？辛特拉怎么办？你为什么要用小刀？匕首？把他们全砍了！怎么了？我现在发生什么事了？哦。我醒来就在这里了，我的头，我又回到办公室了。